位南大乡亲，大哥，我是十美官，欢迎看今仔日十月二十七号的南投新闻。第三阵八党来头一摆联合造桥，进入最后的高潮，为期五天的造桥功德圆满。目前各宫庙的造单已经开始相关的法规甲普渡。观众林明进、甲特委柯淑华以及局长何胜峰等贵宾，今仔日早起就特别前往九大宫庙来团拜，并且送上牌匾，感谢各宫庙的辛苦，也毋忘借由造桥的盛会，来为地方的观光产业带来帮助。全体人员在行，现在。第三阵联合造桥的技术人员，带领各界贵宾向各路神尊以及上天参香祭拜。需要馆长林明进嘛，正常排便，感谢庙方长期以来对着教育以及社会公益的用心付出。五条啊，福寿吼，所以上尾一讲啊，啊馆长咧要表示吼，对咱遮寺庙的一个崇敬吼，啊甲所有咱每一个寺庙的众神啊，来比如吼，咱南投县的啊德山镇的，啊会使讲，予咱呐啊国泰民安哦，馆长吼。啊，施政顺利哈！看到家里的办公室这里，九个宫庙的这个做酒仪式启动哈。那我们透过今天呢，把九大宫庙全部呢，来把它走过一遍。那也希望呢，透过我们这些主神的协助，还有咱的各路好兄弟的倒卡手，和咱的第三顶继续来给欢迎起来。第三顶联合做酒进入最后一天。各宫庙的造单嘛，都是展开相关的法会和普渡，为百年来头一摆举办的造桥盛事，做一个圆满的结束。就拿真摆满居民准备的澎湃祭品，来祈求地方会当风调雨顺。咱立造桥是一个真好的机缘，咱德山镇全镇空前绝后的一个大团结，啊大闹热，啊咱九宫大庙的盛行盛出，真正欢喜，也会当来支持着咱全镇的百姓，会当予咱德山啊。将来更加安和乐利，要大家百姓过真快乐啊，无啥物忧郁哈。第三阵头一摆举办联合造桥，五天的造桥盛事，在乡亲的同心协助之下，是已经功德圆满。各界参与的贵宾拢相当肯定，嘛唔忘借由联合造桥，为地方的观光产业发展带来更加大的帮助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